的汉语老师，请问你念几年级？三年级。您叫什么名字？段蝶。段蝶，我叫唐润啊。这个你在这个小学几年了？13年。你都念一些什么？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，你天天念的书都包括什么内容？我告诉他。比如说啊，数学啊，学不学英语啊什么的？不学英语。你都学什么呢？我们4年级学，我们学数学、语文、自然、音乐、美术，还有品德、写字、劳动，还有没有了？还有体育。还有体育。你体育都喜欢做什么呢？跑步。你最喜欢跑步。还有呢？跳远。你最喜欢的这个课是什么？课语文。为什么？就是那个什么。想一想吧，没关系。喜欢就是喜欢，是不是？你还有兄弟姐妹吗？有。你给我介绍介绍。妹。快点过来，她不是你亲妹妹。你给介绍一下好吗？她叫黄燕。她多大了？年级3班。她也在这个学校是吗？谢谢你给我采访。谢呀。我们采访就到此为止了。不用谢，再见。再见。